如果为什么的话呢，如果你再准备三五天，那可能就是再封城，可能就不是一个武汉了，可能中国又出了两三个武汉，那全世界也不会是这样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话，武汉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，他们坚守了76天，是吧？我在这76天里头，你看最后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封城了，是吧？实际上就把中国的话呢，分成了两个战场，一个战场武汉，是吧？或者在广义的可以还包括一个湖北，是吧？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的话呢？湖北省以外的各省。